是这样，我最想念的我的家主要是家人，还有一些那个朋友，主要是同学，还有一些亲人。最想念国内一次食物，吃的夜市，刚想了半天，最想念国内网吧，你知道吗？外面的子，国内网，我觉得那块是网吧，给我悬死了。这里收获最多的呢，就是学到很多自己的美国的呢，贼难，我觉得国内过年吃的是肉饺子比较惨。来美国收获最多的是，终于见识到了美国的饭是什么难吃。对国内家人朋友想说些什么？你们非常辛苦，相当辛苦，这个饭还是很好吃，我们这饭有点难吃。每段时间我们有个好朋友要结婚了，然后虽然不晓得那个视频可不可以给他看到，现在是我很想跟他说，就是希望你一辈子都很幸福。看到你那个婚纱照很漂亮。对，爸爸妈妈一家人结婚了，我开心一家人，我们的气氛良，我们家一家人就这样来美国了。国内的家亲戚，和家人呢？希望他们身体健康是一个最大的幸福。国内下海的小飞机，我这超好啊，根本没什么好烦的，你看看。然后其实国外挺开心的，就是生活，然后朋友也挺多，然后一切都还不错。啊，对这里的朋友，就是我觉得大家天南海北来到。出国留学能一起来 UD 相聚在一起，挺有缘分的。然后，就互相帮助，就在这段留学期间，然后一起就是，一起就是好好就是学习，然后取得好成绩。大家庆祝，都没一样，这个难吃。
就难起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然后新年也新的希望，这个事业新的起步。Thank you.